月色太亮恋不回，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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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为你奔啊。 Hello 大家好，能听到吗？欢迎欢迎。不是，我还没唱呢，怎么就唱歌很好听了？这晚上好，晚上好。我现在是双声道吗？因为昨天开的时候是单声道。好，那就好，那就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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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办是什么？昨天不是一只小熊吗？今天换了一个小熊，旁边放了一个这个索拉卡新吗？哼，晚上好呀。啊，是这样的，我今天身体没有特别舒服，然后可能就会听起来有气无力的，希望大家见谅。然后我就是昨天的时候有在微博上面发一个直播流程那样子，然后呢你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就是如果要是有什么事情要忙的话，你们可以挑一个你们想看的时间来看，我也会尽量就是跟着这个直播的安排的时间来走。嗯，哎，没什么，就只是女孩子的这个痛，所以好嘞，谢谢，我会注意身体多喝热水的，谢谢谢谢。不要说的那么清楚啊，就是蛮不好意思的一件事情，就不要说这么清楚。好。然后昨天跟兔兔还总结了一下，就是直播的一些问题之类的，就比如说像大家有送我礼物，我尽量也要就是说谢谢大家那样子，我会就是看到的话一定都会就是跟大家说一下的。今天的节奏可能就要慢一点了。红糖水，好好好。而且我今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滴了那个耳药水嘛，然后我的耳朵都就有点听不清了，那种感觉，自闭了好一会儿，但是现在好一点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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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刚刚给我煮了这个冰糖梨，然后还有那个丑干的这个热水，有帮我煮，有在喝，放心了，放心。你好你好，欢迎欢迎。啊，等我一下，我得开个网页自己看一下自己的直播间。为你不成功气味，为你不成功气味。为什么我自己看我自己的直播也这个里面的声音你们好像也能听得到。欢迎欢迎欢迎。等到8:05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唱歌时间啦。唱歌的这个选曲的话，我就会从昨天我发的那条微博上面抽取，然后尽量可能我得需要清唱了，因为有些伴奏就是需要提前准备，不然的话唱起来就会像延迟的感觉。然后谢谢小狼，小狼几点了？刚刚送了我个打 call 还是什么？谢谢你。然后那个我在微博上面就是有写那个流程，然后还有就是有写关于选歌的，就是
这个抽取唱歌的这个机制有那样子，然后你们可以有时间的话去看一下，了解一下。然后 Look 直播上面好像也有点歌的那种，但是是需要收费的，所以这个只能说就是一个我也会去唱这里面的点歌，但是大家也不用必须从这里点，也可以从这个就是我的微博下面那里去说一声，然后我就是会去抽几个来唱那样子。好，那么现在8:05了，然后我去这个新发的这条20203月22号的收集博里面来抽一下想听我唱的歌曲。我会从你们这个推荐的这里面挑一些来唱啊。然后小双生的这首歌，然后还有这个道姑朋友我都不太会唱，所以我可能得要跳过了。时光卷轴应该可以，我找一下伴奏啊。然后如果我唱的时候有延迟的话，希望你们可以跟我说一声，因为我自己不太清楚啊，或者我也可以自己先唱一下试试，然后我看我的直播会不会延迟。好，机智如我，好嘞。那我现在来查一下伴奏，时光卷轴。粉团是怎么升级的？你们可以听到伴奏吗？我来看看。你们可以听到伴奏吗？我来看看。啊，可以的。好，谢谢刚刚那位朋友送我的大扣，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礼物到底都是什么意思，但是好，那么开个混响，然后开始准备唱吧。搜一下歌词，时光卷轴。歌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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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先试一下啊，就是看看会不会延迟。好像前奏还挺长的。还没有到进入的时刻，等一等。好像没有延迟，那就好，那就好。好，再来一遍。我就是想要，就是这个，一定确认一下它不会延迟。我昨天唱的时候，它就有延迟，会很难过。谢谢送的光之火箭，是什么呀？是锦鳞送的吗？锦鳞游泳。独静的树梢，蔷薇铺洒了满地，远未高，睡进愁中的世界，静悄悄，我抱琴而来，琉璃窗外是曲调，唱歌谣，墙壁斑驳的城堡依然不老，久别的公主啊，露珠缀满白裙角，在山腰长长弯腰趟过雾水静悄，轻慢饮过酒，跟上天上只更鸟下古堡，这里花香馥郁，海潮走太阳高，夜风柔吹，清晨今晚
着海水，为你织尽这萤火花蕊。虚伪，乘着黑骏马，看过暴森威，春秋飞河掠的山林苍翠，时光波涛抒情，是首玫瑰。我好像唱错好多词啊。句句拢是首玫瑰。哎呀呀呀呀！再想忘词。有隐士人来，展览双眸微微笑，粗波涛，闭上竹帘细数，塑料轻纱绕，脚下的黑猫，他曾手脚像撒娇，一场花月心，火下坠也随香飘，夜风柔吹，星辰点燃了海水，为你织尽这萤火花蕊，为你一步成光熹微，乘着黑骏马，看古堡森威，直哒哒哒哒凝山林苍翠，是首远古巨浪，是首玫瑰。现场时光有味，等你蔓延的臭味，拂过眼泪，哒哒哒哒哒哒，心已交汇，爱上蔓延的碎，你是宝藏，是时间的奇怪。没有开嗓，这个高音都太难受了，我的妈呀！还行，一般一般，倒数第三。我看看还有点什么的，我会选一些我会唱的啊，因为有些不太会唱。找找，凡秋色有伴奏吗？搜一下。有伴奏，好。凡秋色，唱一下。谢谢柠檬不萌为我打 call， 但是我已经垮掉了。这个有的比，哎，歌词在哪里？一清醒就像所有色。哦，天哪！等一下哦，我的手机掉了。越是错，噔噔噔噔噔噔噔，裂开，等我一下。哇，我今天真的好懵啊！好。这个好像没有对齐，可以吗？这是视频。等一下啊，我把这个重新开一下。总君状况还好吗？我今天不是特别好，我有点不在状态。等一下，我再唱一遍吧。好，但是尽量不影响你们这个。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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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秋风好。啪，秋风
吹动彷徨时刻一清醒就萧瑟，怕人间与生俱来求而不获，一懂得就沉默，要让此生烟如花亮如火，完美而灼热，要举世无双，管什么对与错，妈呀，要爱与恨都磅礴，都值得一往情深中不知所措。草草木萧瑟，嗯，交替笔画尽人间真颜色，留不得，放不得，哪怕面目全非，无依无果，刹那也胜过看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开嗓真的不太行。要的笔画出花容最多，越绚烂越凋落，人的心贪了要了毁了怨了，越苛求越是错，爱美如狂的执着抵不过才会敲破落，难道一定要先有舍才有得，将来无辜的面孔换重情，刻骨铭心却电光石，电光石火，哇哇哇哇哇，为什么一直唱错词，就留你秋风起，妈呀，留一颗是一颗，同来同归也算初恋，初恋闭合，花尽万世的相思，有目重情的轮廓，最后又记得什么，人非草木，一往无影，岁月生烟火，谁配温暖谁难，早起起烟默默，茫茫山河风雨落，谁残破一抹初心沾夜色，记不了亦不舍，纵然吹尽春风飞蛾扑火，不必问值不值得，执拗过便值得。妈呀，我唱的怎么头有点晕啊，没事没事，这只是可能我看看现在几点了，8:20，哦，那我好，可以休一会儿了，休息一会儿了，我是说种种种种，咱们不差这一天，是这样啦，但是因为我已经把这个流程不是都设置好了吗，那么就也应该要跟着走嘛，所以啊，我卡了吗？好，聊天聊天，因为昨天就是有说会抽那个，每天会回答一个有趣的问题，然后聊一聊日常那样子。我看看啊，既然聊天的话，我把这个混响关掉吧。啊，卡了吗？我听听。执拗过便值得。嗯，这卡了吗？不卡了，但是我好像也听不到我的声音了，为什么？
那就好，那就好。我把伴奏放一个吧，不然只听我说话很无聊哎。我有在喝，怎么感觉这个苦菊好像救不了我？谢谢干杯，谢谢谢谢，柠檬不美。这是视频，是视频，可以看到我的手指吗？耶、yeah. ！谢谢大考，谢谢谢谢。我看看啊，想问阿炯的问题。阿炯，最近大概几点睡觉？最近是不是有点大？我最近生物钟也比较乱。刚刚看了一下兔兔给我发的消息。炯君的周边线上不卖哦，这个具体为什么你可以去问一下阿团，我对这方面不太清楚，可以联系阿团那边。哦，对，那个问题我还没回答呢。阿炯大概几点睡觉？早上几点起床？我昨天晚上，我昨天是今天早上9点我才睡着，然后是下午2点我才就是起床，就是这个生物钟乱得很，然后身体又很不舒服，啊，就很苦。然后炯君会记得一些小粉丝的名字吗？会啊，像现在我们的这个小狼几点了？就是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狼明君吧。然后柠檬不萌这位妹妹，我不知道微博的 ID 是什么，然后还有这个锦鳞游泳，你们可以去微博上面，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超话说一下，我会记得认识你们一下，就是名字啊什么的，其实就是在评论区见多了都会眼熟一下。名媛大山，哦对，我还没有好好谢谢这位朋友，谢谢成为我的守护之心。我听说这个好贵的。谢谢你，谢谢。唉，然后一人下播休息吧。啊，没事，我跟你们聊聊天的话应该还好，就只是会慢一点。阿炯怎么学会戏腔的？戏腔这个就是小时候有看爷爷奶奶喜欢看那种，就是你知道唱歌他们有那种就是节目专门唱那种戏腔啊，京剧啊，或者这种戏剧戏曲的感觉，然后爷爷奶奶在听，我就在旁边写作业。
始，然后10点钟结束那样子。好的好的，谢谢关心，谢谢。真的很想对你们热情一点，可是我真的没有力气了。我的肉脸没什么好看的，都知道是肉脸了。平时在哪里录歌？我平时就是在家里录歌呀。就是我现在的这个书房专门装了那种隔音板，然后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录歌的。总君测一下 MBIT 的人格，那是什么呀？那我有时间去测一测好了。山君在睡觉吗？他没有在睡觉，他应该是在那个客厅，在那沙发上趴着吧。请大家不要问一些私人的问题哦，这样真的不太好。就是我的私人的问题，我如果觉得不太好，我就会跟大家说。然后别人其他人的问题，就是关于私人的，我觉得更不应该来问我了。就这样真的很不好，很不尊重人。就。不尊重他人，也不尊重我，那种感觉。就是怎么说，是，对对对，漫展的问题，你们可以去阿团的微博随时关注着。看看啊，现在8点半了，你们有没有就是什么推荐的古诗词呀？可以给你们读一读啥的，这个时间段可以读读书了。李清照的词，《出师表》。哇哦，好，那我们就来先搜一下李清照吧。我看看啊，那是不是应该换个纯音乐了？好好好，这个伴奏应该可以。我今天听力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不知道声音会不会太大。谢谢名人大山送的玫瑰，谢谢谢谢。声声慢，总君别清嗓了，可是我难受啊。好好好，最后一次清好吗？好，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切切。这是凄凄，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哇，我语文都还没有学得特别好，居然来读这么厉害的。啊，这个歌是叫 Scarborough Fair。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哇，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的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我觉得语文老师要是听到我读这个，估计都炸了吧。你要说没有感情，断句也不太优美，不可以不可以。Scarborough Fair，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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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Remember， 我真的很想最后一次咳嗽，最后一次清嗓，可是我真的忍不住。对不起，太抱歉了。我现在啊翻开了一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刚刚柠檬不萌送了你一个跑车，什么时候的事情？谢谢你，谢谢妹妹。这个说起来，为什么这些礼物啊？谢谢，多喝热水。好了好了，看看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To the online begetter of these ensuing sonnets， 哎，我为什么？波波可以休息的。哎，反正我休息也只是看比赛，然后状态也是这个样子。跟你们大家聊聊天的话，你们不介意的话，我就没事。刷屏减速带。现在其实8:30到8:50是学习时间，但是我又不知道我能教到你们什么，我也不知道能教到你们什么。我想也是，我这个人也就只有个英语还算好一点。一般8点开播，然后呢10点结束。读英语，好吧，那我继续读吧。就我觉得那个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有点无聊，就是可能就是读起来会比较无聊。所以还是读这个之前读到的飞鸟集吧。你们还记得我之前读到哪儿了吗？我记得好像是23吧，还是我看书签是在23。20。好的好的。大家记性好好。那我就从21开始读吧。 They throw their shadows before them who carry their lantern on their back， 那些背负着灯具的人把他们的影子投影到了前方。 That I exist is a perpetual surprise which is life， 我的存在是一个永久的奇迹，这就是生命。 We, the rustling leaves, have a voice that answers the storms. But who are you so silent? I am a mere flower. 我们沙沙的树叶都附和着风雨，而你又是谁竟如此沉默？我只是一朵花儿。我只是一朵花儿。24. Rest belongs to the work.
as the eyelids to the eye. 君君高中呢？我不是高中啊，我已经大学毕业了。玉洁，我玉洁，谢谢谢谢。啊，我刚刚读到哪儿了？哦，再读一遍吧。Rest belongs to the work, as the eyelids to the eyes. 休息之于工作，犹如眼帘之于眼睛。是的，我是姐姐，我是姐姐。25. Man is a born child. His power is the power of the growth. 人呐、啊，仿佛是一个新生的幼儿，而他的成长就是他的力量。God expects answers for the flowers he sent us. Not for the sun.And the earth. 上帝希望我们因他送给我们的花朵而酬谢他，而不是因为太阳和土地。明天我要嫁给你了。这个 BGM， 嗯，这是什么奇妙的 BGM？ 明天我要嫁给你啦，这。这个音乐虽然是纯音乐，但是怎么听出了歌词的感觉？啊，这个纯音乐不错。英语阅读，英语阅读，好，继续读啊。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这个翻译真的很华丽，就感觉英文的话读起来也就是那样，就是给你的感觉你就啊懂了这个意思，但是翻译成中文以后就感觉哇，这么深，就是这么内涵的吗？这么 deep 的吗？那种感觉。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很爱咳嗽。这个喝这个什么丑菊煮的水，然后还有梨煮的水，但是怎么对我好像真的都开始没有用了呢？中文什么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是的呢。英文美在语法，中文美在文字。真的很美，就是能写出这样的词，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像我自己，平时写词的话，我习惯性就是会把自己的心情或者是什么给写出来，或者是说就是那种比较大白话，就都没有什么很内涵的感觉。就比如说什么，像这种。阳光游戏于绿叶丛中，我觉得这个我这辈子都想不出会写这样的词，就是那种。好，那我继续读吧。语法真的会要人命。像英文这个方面啊，谢谢锦鳞油，谢谢你，还有师徒明月也谢谢你。还有柠檬不萌也谢谢你。谢谢这个送的流星，还挺好看的。就是我刚刚说到是哪里了，就是语法这个问题啊，你们其实我觉得学英文真的就是需要多听，然后多读多背，虽然很死板的说法，但是真的就是那么回事儿。你平时也可以，你要是很对英文很感兴趣的话，然后也希望提高英语的话，可以多去看一些国外的电影啊，或者是说就是电视剧啊之类的，跟着学口语，然后不认识的单词可以记下来，然后对背一背那样子。欢迎加入粉团。粉团升到了三级，就是你们经常发弹幕的话会升这个粉团吗？
我不会日文啊，我不会日文，我只会英文和中文。几点下播呢？每天都播吗？是的，是的，每天8点开始，然后10点结束。君君中文怎么学的？我小时候，因为我是那个初中6年级的时候我才出国的，就是在国外上的初二嘛。在那之前我都是在国内生活，所以我的中文当然是特别好了。而且就算出国以后我也一直就是有在接触这个上网啊，对吧，就是上国内网冲浪，然后我的梗什么的都学的也都很玉石，什么进句玉石，哎，玉石进那个怎么说玉石俱进啊，对对对。啊，我唱的韩文歌和日文歌都是看罗马音，然后并不是很标准的那种。其实对，我没有高考过，我没有高考过。国外的那个都是看你的 GPA， 然后大学再看要不要你那样子。国外不用高考啊，不用的。罗马音是啥？就是比如说日文说我爱你不就是愛してる对吧，那它就会拼写成 A I Y， 我也不清楚了，反正就是字母的形式弄的那种读音吧。GPA 它就是一个算是一个那个总和的意思吗，就把你各科的成绩的平均弄出来就相当于是 GPA 了，是这样吧。是疫情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里吗，然后我觉得也挺适合这个时候直播的，跟大家说说话聊聊天啊那样子。我不是留学。但是感受的话，最明显的感受啊，其实就是觉得还是国内很方便，国内的吃的好吃的也很多那样子。然后在国外你比如说要是去买去买菜啊或者是干嘛，你得要开车，因为他的就是你的住宿区和他的这个商区那个位置都会差很大，所以一般都要就是开车去买那样子。而我又不会开车，我连 G1 还是 G2 还是什么，应该是 G1 吧，我都没有考。背景音乐是什么？是海棠花艺。哎，这不是我的歌吗？我就说这首歌怎么这么耳熟啊？啊，我现在在听这个叫做 Chamber 陈的妹子吗？他的歌单，他的这个纯音乐的歌单，应该是粉丝吧。巧了，随便点了个纯音乐歌单，竟然是粉丝。我看看，现在快50了。我喝枇杷膏，我之前都有差点喝吐过，就是喝了也没有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医院看看吗？会的会的，但是明天不知道能不能有空了，希望能有时间去看一下吧。但是明天肯定会买药的。我也觉得可能真的是要吃药了。这样
样的直播会持续多久啊？我也不知道，其实就是想先试试看嘛，看看大家会不会喜欢这种跟我这样子的交流模式。然后你们也知道，就是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就是跟大家这么聊久了，你们对我很熟了，就会发现我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不是那么的聪明的感觉吧，就会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想不到，然后就还希望各位谅解。就包括昨天很丢人的那个，我把你们当时在刷元素表，然后我看，我当时其实看的也是元素表，但是我怎么就说起了圆周率那样子。对，就像这之类的没有脑子的事情就蛮无语的。为什么突然悲伤？可能是这个背景音乐吧。假如我现在放一个那个斗地主的，可能就没有那么悲伤了。那就放个斗地主的音乐吧，听起来会开心一点了吗？这样会开心一点了吗？哈哈。好好，飞机要不起。哎呀，以这种 BGM 来讲，悲伤的故事可能都不太悲伤了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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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说我在这种 BGM 下面读英文是什么感觉啊？好，试试啊。 27 The light that plays like a naked child among the green leaves happily happily knows not that man can lie. 阳光游戏于绿叶丛中，仿佛一个赤身的孩子，不知道人是能说谎的。是不是我读这个都已经没有那么的有意境了呀？好，无法集中啊。斗地主其实我会玩，就是现实版的斗地主，网上的那个我还没有玩过。哎，有时间可以试一试。我觉得你可以把背景音乐关了。啊，不喜欢吗？陈妈来了还行。五十了，好，那就到了清唱时间啦。清唱时间呢，今天给大家唱一首什么呢？看看芳华慢。哦，昨天有人点琼花雨，在那个 Look 直播点歌上面有点，所以我唱一下琼花雨吧。希望以我目前的状态不要又翻车那么严重。好，三二一。两人越戏越出声流沙，白鸽风呀却待年少，风叶落却呀缠绵，扰人心肠啼叫。谢谢 H6 送我的火箭，哇哦，吓我一跳。琵琶声琼花树下环绕。哦，哎呀，等一下，我忘记开混响了。哦，好，这样听起来应该会更好一点。琵琶声琼花树下环绕，他出这什么名这呀笑，花赞他员工之手，迷天涯寻海角。那日大雨这花，他做他人心家，他醉琼花树下，泪眼依稀佳人琵琶，是他此生难放下的牵挂。
他也在微信他，他唱首琼花树下，待琼花生了枝芽，他手握琵琶，云在泪下，宛如那日的雨下，便放下牵挂。可以吗？还行吗？我觉得应该，清唱应该会好一点，在高音崩盘的边缘试探。哈哈哈！我看看啊，现在才53，应该按照流程的话要唱到9:10。那么我再挑一首，从大家的微博评论里面。其实我怎么觉得微博评论里那一条微博收集了这么多，够我唱好几天了，是不是就可以？要不然一个星期发一次这个收集的微博吧。妈呀，对不起，我咳嗽好大声哦。师徒明月名字被占了，发了个点点点。怎么了？有人说想听我唱《景德小事》。好的，那我来看看《景德小事》的歌词。比天涯寻海角，那日的宇宙花，哒哒哒哒哒哒哒。好，3、2、1。梅雨落在九眼，往日笑尘烟。湿漉漉的浮梁尘，被撞进我的眼。我尝试又回进怀念惯有的从前。你用素手离陪我，用釉色装点。随花落在云水间，无朋友上天。两只蝶儿于晚地，曾翩翩若仙。我已经用心灵小钻我已经用心灵小钻刻了千百遍，无非是你可安好去泪山。情的字眼，珠江两岸十里面，也是我的人间。而你似一场烟火，轰烈后的情言。很抱歉，未如你愿，一马仗剑，于是道之险。我雄心壮志是白石流放的画面。主播好漂亮，是吧？我也觉得我们的索拉卡挺好看的。好嘞。梅雨落在九眼，往日笑尘烟。两只蝶儿于晚地，曾翩翩若仙。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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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勾指启示，我搜一下。
啊，我这个你们对不要刷歌名啊，我会从这个微博的评论里面来抽的，因为这样就不会乱了，不然很多人在刷的话就会很乱。你不是唱过吗？是，我是唱过，但是我忘记歌词了。公职此事。那个绿色的叫什么？啊，这个叫做索拉卡。新妈。好，三二一，你是新的开头，是的内容，童话的结尾。你是理所当然的奇迹，你是月色真美，你是圣诞老人送给我好孩子的礼物，你是三千美丽世界里我的一瓢水，所以让我再靠近一点点，因为你太温暖，我会再变得坚强一点点，因为你太柔软，交换无名至金色的契约，给彼此岁月，说好从今以后都牵着手，因为要走很远。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我在用假声唱歌的时候我都感觉我在划水，但是我用假声唱的话就不会那么想咳嗽。我看看啊，评论里面还有说想听我唱如见青山，看看啊，如见青山，好，这应该就是目前的清唱 part 最后一首歌。好，三二一，万里无云天将晚，夜航行船，把酒共星星啊，哎呀，把酒共与星相识，三杯两盏，耳畔风雪声，放下恋战。此间便与人间无关，少年大才赴金华，放弃弱冠，一袭僧袍泛庐山，今年修禅，失意的心满毫不天然，万物山川皆可作青苔，万物山川青苔，谁将清澈一杯都饮完，几声长啸轻摇手中山，何须人妄说禅，吾与我须两伴，今说见你好似见青山，谁在鞍前路中点沉淡，会心而笑一语多坦然，卷曲而不动禅，吾与我皆为欢，见我岂不犹如见青山，少年早闻有大才，放弃弱冠，一袭僧袍出城外，今年修禅，失意的心满，清风两岸，嬉笑怒骂皆可轻叹，世书漫画心声，心正感高下难断，嘴上文章语一般尚未说完，转眼间小舟却已泛滥，千里快风送我过金关，快风送我过金关，谁把人生到处相逢难，知己知己一程，何必多伤感，我上京时是才，你归去泛庐山，心中无虑方是真超然，来日放榜簪花在春山，一朝登仙驰马到江南，
丝绣长船，人家为做清欢。不妨再来寻你说说禅，还行吗？谢谢大山送我的玫瑰，谢谢谢谢，还有送我薄荷糖的。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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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谢谢，我有喝水了，喝水的这个杯子在我旁边呢。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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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何许人枉说禅无与我是两般，听说见你好似见青山。好了，我看看啊，我们现在应该是聊天时间了，那就继续跟大家聊天吧，声音太嗲了。大哥，我只是现在比较没有力气，等我有力气的时候，我也是个很 man 的很 man 的家伙。好了好了，阿炯怎么总咳嗽。 I also wonder man， 我真的很想知道，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就是自从我搬家以来就开始在咳嗽了。之前有一次生病，然后感冒生病，然后为了想早点好，我就吃了一个药。那个药它倒是让我很早好了，但我总觉得，哎，反正我觉得我的咳嗽可能有很多种因素吧，甲醛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哎，反正应该不会死人就没关系，我会去。等到有时间的时候会去看一下的。总在说等到有时间的话就可以。谢谢谢谢。我这么多玫瑰是什么情况？这个玫瑰是免费的吗？这也是要钱的呀，妈呀。我刚刚是什么？恭喜您获得上小时榜第一名。哦，哇哦，玫瑰比较便宜相对的啊。你们就是其实要是就是怎么说，这个话我其实还是真的很想说了，就因为我知道我的粉丝大部分都是小孩子嘛，也希望大家不要乱花钱，就希望就你们要是真的很想支持我，就是送我礼物的话，就送那种免费的就可以了。真的，就是粉丝大部分，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小孩子，也有就是，对吧？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哎呀，不能说阿姨，在眼里应该都是姐姐。对。在眼里都是姐姐。叔叔可以有，阿姨不可以，都是姐姐。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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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有被冒犯到。对不起，我是开玩笑的。我是开玩笑的。分享直播间三次可以获得三张免费的银票哦。对，你们反正就送我免费的就好啦。小贼抹了蜜。哎呀，说的是实话，真的就是女孩子，我觉得就可能等到我以后未来啊，要是年纪再大一些了，我可能心态上面应该不会就是说特别的特别的那种成熟低落或者是忧郁的感觉。我觉得只要你心态好一点的话，然后开心一点的话，每天尽量开心一点的话，年龄什么的真的就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了。
这是我的看法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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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也不是少女心，但是我真的就是怎么说，还挺喜欢粉色的。如果喜欢粉色算是少女心的话，那我也还的确蛮有少女心的。你多大呀？你猜？你们已经问了很多次了。对，真的，你们要好好，就是高中的孩子，哎呦，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把握好机会，就是你想想，你在高就是要升到大学的这个期间内，高三这么严重的这个严峻的时刻，一定就是尽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好好的奋斗一把，冲一把，这样就不会留遗憾了。像我啊，我在那个国外的时候，高中的时候，真的也是为了想要提 GPA， 就是各种的努力。然后因为在国外的话，加拿大那边啊，你要是想毕业的话，你还得需要40个小时的 volunteer hour， 就是40个小时的那个志愿者的时间。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前期在那个高三之前，我就是因为我之前是在多伦多嘛，然后其实有去带那个小朋友玩，做那个志愿者。然后当时我带小朋友玩是玩嗨了，最后没有找别人帮我签字，就是帮我确认我是做了这个志愿者的，所以那个时间没有算上。最后我就在高三的阶段的时候，我的那个四十个小时是我就是很着急很着急去的，就是去完成的，就是把这事情都堆到了最后面才去完成的那种，就会很上头。所以就希望大家一定，也就是说就高三的孩子嘛，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把握好时间，合理的安排好时间，然后做事要认真一点，不要像我一样真的就忘东西忘得很随意，真的自己都很无语。哇，有的时候我都在怀疑我这个智商真的是需要去查一查了，都太可怕了。对，反正就柠檬不萌送了几百个玫瑰，谢谢妹妹，你怎么送我这么多玫瑰，谢谢你。吾爱种君。这个谐音开通了骑士。哎，这个骑士和这个贵族榜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解释一下呀？是这个子爵比这个骑士要更高吗？还是什么？嗯，我点进去看一下。我对这个机制还不是很熟悉。没事，等到我私下的时候我再去研究一下吧，然后这个礼物我也研究一下，不然真的等就是你们送了我这么多礼物，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都是什么，然后没有能及时送你们，我想你们应该会很失落的，对吗？我看看啊，这个谢谢谢谢谢谢你们送的这个玫瑰花花朵，这个对，谢谢。我也觉得肯定就反正你们送我就是免费的礼物就好了，也不用非得要送我这么贵的东西。有粉丝群吗？我有啊，就是真的就是我的微博上面都有。阿九能用少年音唱一段吗？我试试啊，我来试一试用我的少年韵唱一首歌。找一找占有欲。我等一下我来搜一下，那我就清唱唱一段这个占有欲吧。我看看啊，歌词呢，我自己写的歌词我都记不住，这个就很扯。
走走走走走，好，我的少年音准备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可以吗？好，那我要开始了。使用这个少年音唱整首的占有欲吗？还是啊，我的这个正太音啊，我没有正太音，我觉得我这是少年音吧。正太音最可爱的还是我们的少爷啦。我应该是少年音。好，是我是我还是他，我说不出话，在线金分。总是沉默不说，猜忌顾虑什么，总是低头不动，你要我怎么做，你只是看我依然保持着冷漠，难道是我真的做错了什么，我不懂。不曾担忧总在欣赏你的独特，不曾妒忌总是习惯你在左右，你只是看我还是保持着冷漠，难道是我真的做错了什么，到底是我重要，到底是我重要还是他，我等你的回答。我怎么觉得我唱高音一点都不闷啊，何必浪费时间去回答，我说不出话。这个分裂分的。说着是在意，其实是死心，真爱是甜蜜，过度会使人感到无力。好累啊。别再在意着他，关注点该是我、啊、我心里面的话，说白了是独占你啊，眼里只有你，心里面都是你，论公平的话，同样的占有欲给我吧。给我吧。这个好的呀，我的低音还是，我怎么觉得真的一般，是不是大家说低音都是蛮 man 的呀，我这也不算尾声，说真的这只是变成很低的声音，变成了很低的声音，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把自己的声音降到很低很低那种。说起来我是不是还开着混响啊，我来把我的混响给关掉，这样你们听我的声音应该就会更加的清晰一点，而且会不会更加的爷们儿一点。可以吗？怎么学会的？这个不用学吧，就是你把你自己的声音这样降得很低很低，你就是听起来就很像一个男生了吗？可能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把我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然后呢听起来可能就气泡音就算了，我觉得气泡音特别的油腻。气泡音太油腻了，所以就不了不了不了。好怕你突然来一声哈哈哈哈。啊，不像男孩子。那现在会像一点男孩子吗？那这个我只是很努力的在压低我的声音，但是气泡音的话我试一试啊，这个我试试，我咋可以油腻起来？你好，这是气泡音吗？也不是啊。哦，我不会气泡音啊！救命啊！谢谢你，谢谢那个紫星，还是送我的100个玫瑰。压低声音不用往后靠吗？我好像没有往后靠的感觉，就反正就是自然的那种。压低声音的感觉，就对我这个是，如果是真正要是那个尾声的人听我这个压低声音，估计会觉得很无语。谢谢星星 ASE 送的这个玫瑰，谢谢你。对，如果是真正尾声的人听我这个，就可能会觉得这什么呀，这啥呀，这都是啥呀，我只是单纯的压低声音了。慢吗？
那我就继续闷一闷吧。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就可以尽量压低我的声音这么说话，会不会就一直这么的帅气下去？但是你知道吗？我如果开变声器的话，我的声音就真的特别娘，我就真的，我哪怕压低声音，然后去开变声器说话的话，也特别娘，就不知道为什么，很莫名其妙的，开变声器哦，就，唉，想听听，那好，那我看看啊，哎呀，我的手机在这儿直播，就是放这个视频呢，没有办法。反正听起来就特别的娘炮那种感觉，嗯。别再在意着他，有点吓人。为什么吓人啊？其实这个就像男孩子把声音提得很细的话，就会很像女孩子一样吧，那种感觉。你不就是女的吗？哈，这位兄弟，你可能是第一次来看我的直播吧？其实我是个男生主播，然后，对，就这个，你可能是第一次关注我，所以以为我是女生，我也是个男的，对对，是个男的。哼。这还挺好玩的。哎呀，完了，我没有按照我的流程走，哎，我怎么在这儿开始装起男生了呀？哎呀，什么呀？现在是9:18，那么我应该在干嘛呢？我应该在聊天。哦，那也可以。啊，是那个声音。帅吗？我自己都没有听过，我不知道。御姐音，御姐音是什么？御姐音是什么啊？御姐音怎么弄啊？谢谢你送我的玫瑰，谢谢。御 姐音，我不会御姐音啊。我想想，我姐姐的声音是什么样子？我姐姐算是御姐音吗？哟，姐妹，我姐姐好像也不算是御姐音哎，御姐音应该是什么样子？看看内脏，看 要高傲，看看内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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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是御姐音吗？看看内脏，看看内脏。我不想看了，累了。啊，这个咋整啊？害怕，我也害怕。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妈呀！我不知道啊。刚刚有人说你要想那个御姐音，你就要看看内脏。喊塞班。好啊，我知道你们说的那个塞班去哪里了？塞班不见了。那你啊，那你叫塞班啊？塞班，够 man 吗？塞班，够 man 吗？塞班不见了。塞班去哪里了？塞班，塞班。哈哈，可以吗？我怎么觉得一点都没有那种真的是很咆哮的感觉啊？塞班，某主播在线咆哮，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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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塞班现在知道是什么感觉了。谢谢永夜今年送我玫瑰，谢谢你。欢迎粉团的新成员梦鱼，恶龙咆哮，叫，名不知君入，二落浅深。我不知道，刚刚你们说恶龙咆哮，我就 恶龙咆哮应该是什么？啊啊！
这好像是狗的叫什么，还是狼啊？恶狼咆哮。而恶龙应该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啊，刚刚是哈士奇。啊啊啊！哦，这个没错，刚刚可能有一只狗进了我的房间吧。我想想，我还会学什么动物叫声啊？我好像学猫还算比较像。喵喵喵喵喵喵喵。猪猪怎么叫啊？这是猪叫声吗？我捏住了我的鼻子，然后疯狂吸气，就是猪叫声了吗？有那味儿了，哈哈。刚刚是佩奇进入了我的房间，哎呀，你们真的好神奇哦！我本来真的很没有精神的，跟你们这么一玩，我好像精神一点了。但是这么晚了，我精神起来干嘛呀？待会儿睡不着可就糟了。兔子，兔子有什么叫声啊？叽叽叽，啾啾啾。羊，我是想，咩咩咩，哎咩，是那样吗？狐狸 ，What does the fox say？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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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What does the fox say？ 鸡叫声，咯咯咯咯，啊，是这么叫的吗？我不知道。鸡，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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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咯。嗯哼，土拨鼠的叫声，啊啊！我好害怕，这个会不会被做成鬼畜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放过我，放过我，太可怕了。蚊子的叫声，嗯，嗡嗡嗡嗡。青蛙，呱呱呱呱呱呱。这里这个直播间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太害怕了。鬼出去不要安排我，谢谢，我怕得很。哎，我可以模仿那个派大星的说话声，应该可以哦。嘿，海绵宝宝，嘿，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派大星，派大星，是这么，不行，海绵宝宝的声音比较尖，我不太行。蜡笔小新的话，我应该可以。萌萌。想去烧烧饼干，妈妈，是这样吗？妈妈，是本人吗？不是本人，我刚刚被盗号了。这是谁呀？这是那个什么，那个君子的君的种君，这不是我。熊大，我其实没有怎么看过那个。谢谢钱鱼送我的比心，那个叫什么？熊大熊二的那个动画片叫什么来着？我没有怎么看过那个呀。啊，对，熊出没，对。谁呀？在那说了个喜羊羊 ？What?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熊出没，熊出没，孩子没救了。天线宝宝，说你好。说好的偶像包袱呢？对不起，我刚刚可能把它丢掉了。
请你帮我再放到我的背上好吗？让我背回来。塞班马卡巴卡，哎，你们是想听我读那个花园宝宝的马卡巴卡之歌吗？我来看看我能不能啊。马卡马卡马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马卡姆马卡巴卡阿巴雅卡伊卡阿卡哦哈姆丹马阿卡棒伊雅哟马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马卡姆。这还有什么？欧姆布里伯汤姆布里伯敲敲门哦。没有看过，这都是什么？乌西迪西，我来啦！最特别的乌西西，最特别的迪西西，一西乌西迪西杜。哎呀，还是我们的这个玛卡巴卡比较带感。玛卡巴卡阿卡瓦卡米卡玛卡木。总之你可以模仿一下《植物大战僵尸》。嗯，戴夫，戴夫，台词，我看看啊。戴夫怎么模仿啊？他说话都听不懂，哎，就是那种哇哇哇哇哇哇哇。那种感觉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皮卡丘，想听皮卡丘？我不太会啊。你们是想听猛男版的皮卡丘，还是就想听皮卡可爱一点的皮卡丘？想要哪一种？猛男版还是可爱版？那就猛男的版吧。好，我要把我的这个声音再压回到很低很低，然后再来试一下。我来看看啊，皮卡丘，够猛男吗？跳出屏幕来打你，皮卡丘！我来试一下可爱的。哎呀，先说完我自己都怕了好吗？可爱的，哎呀，我可爱该怎么整啊？皮皮皮，我怕我把自己油腻到了。皮卡丘，皮皮皮皮皮皮，我来，哎，我等一下，你们知道吗？我想把我的耳机摘掉，然后悄悄咪咪的在小角落里先试一下。但是我想了一下，我把我耳机去掉，我的麦克风还是能听到我的声音啊。没有角落，让我试一下了。我来怎么？我想想啊。皮卡丘，哦，这个可以。皮卡丘。这好像也没有很可爱。皮卡丘，好像也没有很可爱。哎，这个我可爱不太起来，不好意思。对不起，我还是啊，可爱吗？我怎么觉得很油腻？啊，我不太行呀。这个，救命！救命！救命！不要录我，不要，我不想再鬼出去见到我，我不想。如果这么跟你们说，你们还要传鬼出去的话，那我可就要把猛男九给叫过来了。猛男九，快帮我教训他们。都说了啊，不许发什么鬼出去，要是被我看到了，你们可都得死啊。嗯，不许发。你们要是发了的话，我会很尴尬的，我会很尴尬的，怕死了。
这是谁呀？那个刚刚那个是我哥哥，不好意思，他抢我麦克风，还回来还回来。哇，我果然是双子座，真的很会分裂啊，我的妈呀。谢谢送的玫瑰，谢谢谢谢旭旭。我想想啊，要不要，我记得有一首歌我用某男的声音唱应该会很好听。这什么歌来着，完了，我的记性真的好差哦。哦对，拿小拳拳吹你胸口我也可以再来一遍，虽然我之前有发过，你们好像应该也有看过吧。小拳拳捶你胸口，嗯哼，我来看看。等等，我看，我全程用猛男的声音来唱吧，不，来读吧。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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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哼，都怪你，也不哄哄人家，人家超想哭的，捶你胸口，大坏蛋，灭，捶你胸口，你好讨厌，要抱抱，嘤嘤嘤。人家拿小拳拳捶你胸口，大坏蛋，打死你。怕了吗？怕了就不要再鬼畜区让我进去，不要让我看到鬼畜区里面有我。那不要怕了，不要怕了，哎呀开玩笑的啦，不要这样。那我再用我自己的正常的声音给你们读一个吧。哼，都怪你，也不哄哄人家，人家超想哭的，捶你胸口，大坏蛋，妹，捶你胸口，你好讨厌啊，要抱抱，啊算了，别抱了，人家要拿小拳拳捶你胸口，大坏蛋，打死你。打死你，嘿，可以吧？不要怕了，不要怕了，忘掉猛男吧，不要怕了。哎呀，只是给你们听一下啦。不要怕。来来来来来，我看看。接下来这个时间段是应该干嘛呀？现在9:35了，应该读睡前故事了。好嘞，孩子们，孩子们，我们的小王子时间要到喽。是的，我们要读小王子啦！快快快，上床，盖好被子，然后呢，要给大家读故事了呀。这个睡前的故事，给你们读。什么？哎，我刚要读书，你怎么就要下了？去吧，去吧，去忙吧。哎，真的是。好，都躺好了吗？在床上躺好了吗？要来讲故事了。建议猛男吧，这玩意儿我这个怎么猛男啊？会很累啊，要一直压着嗓子，还要玩一会儿。来来来，9:30了，听话听话，都躺好，然后或者是坐好，或者现在还要写作业的孩子们，可以就把音量调小一点，继续写你们的作业，然后听一下。昨天我们读到的是第二章还是第几章啊？我们读完了第二章。好，那现在我们要读第
三章了 ，Chapter 3。先从英文开始。好，准备好了吗？要开始喽。Chapter 3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understand where he came from. The little prince, who asked me so many questions, never seemed to hear the ones I asked him. It was things he said quite at random that, bit by bit, explained everything. For instance, when he first caught sight of my airplane,I won't draw my airplane. That would be much too complicated for me. He asked, 是谁啊说要上厕所你去嘛我读得好好的你可以去嘛去嘛没关系啊。笑死了。好中文版。中文版啊就翻译一下我刚刚读的。我花了很多时间才弄清楚他从哪里来。小王子问了我很多问题。对我的疑问说，呸，对我的疑问却似乎充耳不闻。我对他的了解来自于那些他不轻易间说出来的零星积累。例如，当他第一次看见我的飞机时，我没能把飞机画出来，这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他问我。So, he asked, what's that thing over here? It's not a thing. It flies. It's an airplane. My airplane. And I was proud to tell him I could fly. Then he exclaimed, oh my god, exclaimed. 今天就是嘴嗨大飘。What? You fell out of the sky? Yes, I said modestly. Oh, that's funny.And the little prince broke into a lovely peal of laughter, which annoyed me a good deal. I like my misfortune to be taken seriously. Then he added, So you fell out of the sky, too. What planet are you from? That was when I had the first clue to the mystery of his presence.And I questioned him sharply. Do you come from another planet? But he made no answer. He shook his head a little, still staring at my airplane. Of course, that couldn't have brought you from very far. And he fell into the reverie that lasted a long while. Then...taking my sheep out of his pocket. He plunged into contemplation of his treasure. 好，中文版。他问我，那是什么东西？那不是一样东西，它会飞，它是飞机，我的飞机。我很自豪地告诉他我能飞翔。听我这么说，他惊讶地大声问，真的吗？你是从天上来的吗？是的，我有点惭愧。哦，真有趣。小王子发出了一阵清脆可爱的笑声，这让我很不爽，因为我不希望看到别人对我的穷况幸灾乐祸。他继续说，原来你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住在哪个星球啊？我立刻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神秘的到来，我就顺藤摸瓜的追问道，你是从其他星球来的吗？他并没有回答我，轻轻地摇了摇头，盯着我的飞机看。当然，做这个东西，你飞不了那么远。Okay, go back to the English version.You can imagine how intrigued I was by this hint about other planets. I tried to learn more. Where do you come from, little fellow? Where I live of yours? Where would you be taken
taking my sheep. After a thoughtful silence, he answered, "The good thing about the crate you've given me is that he can use it for a house after dark." "Of course, and if you're good, I'll give you a rope to tie him up during the day, and a stick to tie him to." This proposition seemed to shock the little prince. "Tie him up? What a funny idea! What a funny idea! But if you don't tie him up, he'll wander off somewhere and get lost." My friend burst out laughing again. Where could he go? Anywhere, straight ahead. Then the little prince remarked, seriously, "Even if he did, everything's so small where I live." And he added, perhaps a little sadly, "Straight ahead, you can't go very far." Wow, deep. 好中文。他陷入了沉思，然后从口袋里拿出我给他画的绵羊，专心地望着他的宝物。可想而知，当听到其他星球这句欲言又止的话，我有多大的好奇心。我又多问了几句，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小家伙？你刚刚提到的我住的地方在哪儿？你要把绵羊带去什么地方呀？他默默地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你给我画的这个箱子啊，到了夜里，我可以把它当成家。当然，如果你乖乖的听话，我可以再给你画一条绳子。啊，这个家是给那个小羊当家啊。我可以再给你画一根绳子，白天你可以用绳子把这只小羊拴起来。然后呢，我再给你画一个木桩。这个提议显然要让小王子很震惊。拴住它，这个想法太奇怪了。如果你不拴住它，它可能会四处乱跑，最后跑丢的。我的这位小朋友再一次哈哈地笑了起来。它能跑到哪里去啊？哪儿都行，不停地往前跑。听到这儿，小王子郑重其事地说，那没关系，我住的地方非常小。接着他又悲伤地加上了一句，就算他不停地往前跑，也跑不出多远。哇哦，很好，这就是第三章。我自己个人悄悄咪咪的看的时候，我也只是看到了第三章，之后都没有看过了。好，今天还可以再读一章吧，这个时间来看。Chapter 4。 哎呦，谢谢爆浆梅子送我的笔芯，但是爆浆梅子，你为什么截图我的这个头像又这么的？谢谢福林 Win 送我的玫瑰，谢谢。还有爆浆梅子，你又出现了，谢谢你的笔芯。你的头像真的很奇妙。谢谢憨狗，谢谢你。嘘，不要说话。星辰，嗯。你们这个名字真的，谢谢 JX0， 过去好快哦，谢谢 Dino。 好，那么我继续读第七。哦， BGM， Oh my freaking god， I forgot about this， Oh my god， 我读了这么久居然忘记没有背景音乐了，等我一下啊，找找。哎，我这个人记性真的很不好，很差。好，我们就用最清风的纯音乐来当 BGM 吧。OK， 好。 Chapter 4。 That was how I learned a second very important thing, which was that the planet he came from was hardly bigger than a house.
That couldn't surprise me much. I knew very well that except for a huge planet like Earth, Jupiter, Mars, and Venus, which have been given names, there are hundreds of others that are sometimes so small that it's very difficult to see them through a telescope. When an astronomer discovers one of them, he gives it a number instead of a name. For instance, he would call it Asterial 325. I have serious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the planet the little prince came from is the asteroid B-612. This asteroid had been sighted only once by telescope in 1909 by a Turkish astronomer who had then made a formal demonstration of his discovery at an 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congress, but no one had believed him on account of the way he was dressed. Grown-ups are like that. 好，中文。由此，我成功地推测出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秘密。小王子他住的星球啊，非常小，甚至可能都没有一个房子那么大。这我倒不觉得奇怪。我知道，除了地球、木星、火星、金星这些知名的大星球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小星球，即便用望远镜也很难发现。如果天文学家发现这样一颗行星，通常会用一个编号来命名，比如说小行星3251号。我有足够的证据相信小王子的星球是 B612 小行星。这颗小行星仅在1909年被一位土耳其的天文学家用望远镜观察过一次。随后在一次国际天文研讨会上，他对自己的发现做了重要的论证，但由于望远镜，我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又想说中文又想说英文，你就变成了望远镜。由于他当时穿的是土耳其服饰，没有人肯相信他，大人们就是这样的。OK， 然后英文版。Fortunately for the reputation of Astral B-612, a Turkish dictator ordered his people on a pain of death to wear European clothes. The astronomer repeated his demonstration in 1920, wearing a very elegant suit, and this time everyone believed him. If I've told you these details about Astral B-612, and if I've given you this number, it is account of the grown-ups like the numbers. When you tell them about the new friend, they never ask questions about what really matters. They never ask, what does his voice sounds like? What games does he like the best? Does he collect butterflies? They only ask, how old is he? How many brothers does he have? How much does he weigh? How much money does his father make? Only then do they think they know him. If you tell grown-ups, I saw a beautiful red brick house with geraniums at a window and doves on the roof, they won't be able to imagine such a house. You have to tell them, I saw a house worth 100,000 francs. Then they exclaim, what a pretty house. So if you tell them, the proof of the little prince's existence is that he was delightful, that he laughed
and that he wanted a sheep. When someone wants a sheep, that proves he exists. They shrug their shoulders and treat you like a child, but if you tell them, the planet he came from is Asteroid B-612, then they'll be convinced, and they won't be bother you with their questions. That's the way they are. You must not hold it against them. Children should be very understanding of grown-ups. 好，中文版。幸亏啊，后来土耳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这个 B612 小行星的声誉，强制他的国民改穿欧洲的服装，否则以死罪论处。所以在1920年的时候啊，这个天文学家穿得雅致得体，又做了一次论证。这一次，每个人都认同他的观点。我之所以讲述 B612 小行星的来龙去脉，并让你知道它的编号，是因为大人们很喜欢数字。你向大人们介绍一位新朋友时，他们不会问你本质的问题，他们绝对会问这位朋友的声音怎么样，他喜欢什么游戏，他是否收集蝴蝶标本。他们只会问这个朋友年纪多大呀，他们有多少兄弟啊，身体多重啊，他的父亲能赚多少钱啊。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算了解。如果你告诉大人，我看到一座红砖盖的漂亮房子，窗前摆着天楼葵、天兰葵、天竺葵，屋顶上有许多鸽子，他们根本想象不出这房子的样子。但是如果你说一栋价值10万法郎的房子，他们就会惊呼，多么漂亮的房子啊。同样，如果你告诉他们小王子的存在是他很迷人可爱，他喜欢笑，而且他想要一只绵羊，大人们肯定不以为然，会把你看成不懂事的孩子。但如果你告诉他们小王子来自 B612 行星，那他们就会深信不疑，不再发问。大人们就是这样的，不要责怪他们，孩子要对大人宽容一些嘛。哇， pretty deep. But of course, those of us who understand life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numbers. I should have liked to begin the story like a fairy tale. I should have liked to say,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prince who lived on a planet hardly any bigger than he was, and who needed a friend. For those who understand life, that would sound much truer. The fact is, I don't want my book to be taken lightly. Telling these memories,It's so painful for me. It's already been 6 years since my friend went away, taking his sheep with him. If I try to describe him there, it's so I won't forget him. It's sad to forget a friend. Not everyone.Has had a friend, and I might become like the grown-ups who are no longer interested in anything but numbers, which is still another reason why I've bought a box of paints and some pencils. It's hard to go back to drawing at my age, when you've never made any attempts since the one of Boa from inside.And the one of Boa from outside. At the age of 6, I'll certainly try to make my portraits as true to life as possible. But I'm not entirely sure of succeeding. One drawing works, and the next no longer bears any resemblance. And I'm a little off on his height, too. In this one, the little prince is too tall, and here he's too short, and I'm uncertain about the color of his suit. So I grope in one direction and another,
as best as I can. In the end, I'm sure to get certain more important details all wrong. But here, you'll have to forgive me. My friend never explained anything. Perhaps he thought I was like him. But I, unfortunately, cannot see a sheep through the sides of the crate. I may be a little like the grown-ups. I must have grown old.挺 deep 的，这个真的。当然，对于我们这些懂得生活的人来说，数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宁可用童话的开头来讲述这个故事，也许会显得更加真实。很久以前，有一位小王子，他生活的星球啊，比他本人大了不少。他想要一个朋友。我不想人们漫不经心地读这本书，我是怀着极其忧伤的心情写下这些回忆的。小王子带着他的绵羊已经离开六年了，旧事重提是为了不要忘记他。忘记朋友是一个人的悲哀，不是每个人都有过朋友的。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像那些大人一样，只对数字感兴趣。我先买了一盒颜料，几支铅笔，重新拿起画笔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除了六岁画过肚皮关闭和肚皮打开的蟒蛇图以外，我什么都没有画过。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画得逼真，但我并没有成功的把握。我掌握不好比例，要么把小王子画得太大，要么画得就太小。我也画不准他衣服的颜色，索性我就信手涂抹。如果我把某些重要的细节弄错了，请你多包涵。因为我的这位朋友从来不做解释，也许他认为我和他一样吧。但可惜的是，我不能透过箱子看到里面的绵羊。我也许有些像大人们了，我必定是变老了。其实那个插图里面的，我们应该都看不到吧。读完啦，今天的小王子就读到这里，快到十点钟了。对，在下播之前给大家唱一首安静的安眠曲吧，然后你们就可以在我的安眠曲里睡觉，怎么样？要吗？准备了一首安眠曲。好，在这之前我先就是感谢一下送礼物的朋友们吧。我看看啊，谢谢今天依然在送我礼物的 H6 原创音乐工作室，然后谢谢师徒明月，再谢谢柠檬不萌，谢谢你送了我很多礼物，师徒明月也是，然后谢谢陆隐寒，谢谢你，然后谢谢小狼，小狼几点了？福林 wink， 然后子熙 ase， 是子熙吗？还是应该是吧？然后这个是什么？银川佑吗？林川佑？不好意思哦，我居然不认识这个字，第一个字。然后 jx102714， 谢谢你。还有榴莲半夏。1805，谢谢一生君 ZZZ， 又见到你了。小鹿喜欢鱼，谢谢。然后爆浆梅子，膨胀的洛生君酒，慕斯 YT， 锦鳞游泳，谢谢。服饰3500爱为君，哇哦。还有 CHFYJAB， 团丝，不把清酒当竹书。叫青柳啊 ，Eternity 点七月，爱与酒名媛大山，哦，头像还是山君呢。君心，我心不负相思，谢谢。还有 Dino， 哇，怎么这么多？我怎么还没读完？我看看，永夜纪年，浅鱼深深，沉渊纪月。对，好，那就读到这里吧。好嘞。
我来给你们唱首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啊，虫儿飞，是我小时候每天就是听广播啊会有这首歌，然后挺好听的。好，因为没有准备好伴奏，清唱给大家听吧。好的，开启了混响，准备给大家唱歌啦。在床上躺好了吗？应该也都躺好了，把被子盖好。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唱一首安眠曲，希望能让大家睡个好梦。好，三二一。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天上的星星流泪，地上的玫瑰枯萎，冷风吹，冷风吹，只要有你陪。虫儿飞，花儿睡，一双又一对才美，不怕天黑，只怕心碎。不管累不累，也不管东南西北。好，晚安啦，睡个好梦，晚安，明天见哦。